大家欢迎来到我的这个马厩啊！哦，这是跳床吗？你还在演老板呢？我演老板习惯。假 VIP， 你看出来你这假 VIP， 绝对是假的。你是不是不是 VIP？ 我跟你说，我真的很怀疑他，因为你看他刚才出来的又晚，而且还目光一直躲闪。 良好的平衡感是马术的基本功，对这项的任务也跟平衡有关，请艾琳取任务卡。念。端水大师。端水大师，两队各派出一名成员站上蹦床，其中一人端水，另一人蹦床干扰。30秒后攻守交替，五轮对决后，总计剩余水量更多的队伍获胜。 我打算这样，谁干扰我就直接泼他脸。这个狠吧？我的水都不要了，全给你们。就想泼你，就想泼你。我们队先派沙溢出战，沙哥，那我了。如果沙溢哥把水泼到我们脸上，这可以的吧？那我们就要集体上去。什么叫泼呢？是看演技，我这震荡出来的。 跳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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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起来
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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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后面一滴没洒，哎妈，腿都抽筋了，往人脸上泼呢，没拿住，没拿住，没拿住，发型白做了，是不是要拱手交替了？哎，我跟你讲，蹦的人很累的，你又没蹦，下一个，站得很累，站得也很累，一样。一样，一样，人肉炸弹，你爹，一样，哎呦，不是他老撞我，那没控制住，碰瓷碰瓷，你可以围着周边走啊，你为啥非得在我脚跟儿啊？摔倒了，摔倒了，太故意了，太故意了，岁数大腿脚不好，滑了，岁数大站不住，他是个老人，太碰瓷了，我们能不能在头上带个行车记录仪？你瞅瞅。没有，没有，一滴都没漏，沙哥。啊！从他后边，后边，你要持续跳。你这喊也没用啊！撒还撒在这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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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沙哥尽力了，尽力了，尽力了。他们水好多啊。请两位女士吧。好，加油。别别走。别走啊。不走不走，不能跳。别走啊。啊，不走不走。喂，稳住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你别蹦。你别蹦啊。不蹦。不是你自己别蹦啊！我没蹦是吧？你蹦了，你哭了，姐，你别蹦了，你别蹦了，我没蹦，我没蹦，我没蹦，不蹦，我没蹦，我没蹦。哎，好累，好累啊！哎呦，哎呀，真的好累，好累，耶！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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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累了吧。跳舞累还是这个累？跟那个没法比。没法。我还是跳舞了我。你还在家住跑呢？好。
不必行此大礼，不必行此大礼。呀，哎呦，哎呦，美琪厉害，厉害厉害，我跳，我跳。哇，美琪平衡能力好好啊。呀，我跳，我跳。哎呦，美琪厉害，厉害厉害厉害。他们俩像情侣吵架，一个人不理立马停，一个人不停地说。呀，我跳不动了。好，好，好了好了，太厉害了！每次拿着碗的手都是这样抖的，不是太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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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蹦的人真的很厉害。点燃我的梦想。